火车已经出发了，从明斯克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帅，今天我和大雾坐我们的白俄罗斯火车。今天是我可能是第二次从明斯克去其他的小城市。坐火车？第二次。火车就第二次。因为之前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，我就是坐小巴回家。我们刚才点了一杯咖啡，一杯茶，感受一下思念的风格。